好啦，大家又到呢个星期四晚嘅呢个世态炎凉。咁呢就嗱，<的>我哋第上一集呢，我哋就讲到呢，就系香港嘅土地规划，系啊<的>，所以制度上面嘅漏洞啦，同埋好多即系政府可以同呢个即系发展商之间嘅合谋嘅地方。咁呢就可以将嗰个嘅特别系新界嘅土地呢，其实大家都睇到而家嗰个嘅即系。 借係發展公司合作，我哋叫做 PPP 啦，其實叫做 public partnership。嗯，咁咧呢種方式咧嚟去將一啲農地啊，將佢轉化成為屋地，咁咧從而釋放咗地產商咧囤積農地嗰個價值出嚟。係啦，因為個農地其實同屋地嗰個價值可能爭成誒百倍咁啊，差唔多係啊，一百倍啊，一百倍差唔多係啦。 咁就即系、就是、坐坐地賺一百倍喎，大佬你有有咩生意啊？<laughs> 好過賣白粉啊！我成日都話，而家賣樓過賣白粉啊，真係唔怪之得，即、就、係、是、越嚟越少人賣白粉啊，真係。咁呢就誒嗱、呃，我哋喺節目結束之前咧都提到呢，就是、牽涉到，因為香港好多普通市民啊，嗯、對於呢啲嘅房屋土地問題，佢覺得個認識個門檻好似好高。 系里面好复杂。系啦，政府就特登包装到嗰套嘢系好复杂嘅。你要去申诉去俾意见，就算系所谓 public hearing 咧，个门槛都好高嘅。系啦，咁所以我哋就即系希望啊，可以尽量将嗰样嘢咧，就即系讲到大家都明为止，而从而咧系咩咧，就系鼓励大家去参与嗰个规划，因为呢个先至系最根本嘅。即系你嘈佢楼价高啊，点点点咧系冇用嘅。系啊，解决唔到。冇错，解决唔到。系啦，咁咧嗱。 上一集我哋講到呢，就係土地規劃裏面除咗城規條例之外呢，就係仲有一個嘅城規會呢，就去把關嘅。嗯咁究竟城規會嘅組成同埋佢嗰個嘅裏面有咩流弊呢？我覺得呢個就今集我哋一定要咧喺第一節裏面同大家交代。係，呢個重要嘅。係啦，因為佢嘅決定呢，其實係同大家息息相關嘅。係啦，嗱，其實呢，一九三九年第一次立法。 有城市規劃條例，咁跟住一年呢，就已經係着手成立第一個城規會嘅。咁嗰<的>個年代就當然係由港督委任啦。嗯、<哼>但系就時至今日呢，雖然呢、那、嗰個、呃、城市規劃已經引進好多所謂諮詢過程啊，或者話公众參與公啊。公啊但係呢嗰、那個城市規劃委員會嘅組成呢，就差唔多冇變過嘅，就係、是、一直都係呢。 官员系当然嘅嘅成员嚟嘅，主席呢就一定呢就系发展局嘅官员，发展局嘅常任秘书长，吓就当然主席啦，当然主席。咁然之后殖民地时代完全冇分别，系咯。咁然之后下低嗰啲呢，就全委任制度，就系、是、特首委任。咁而且呢，其实根据城市规划条例呢，佢系一个咨询架构嚟嘅啫。嗯。 當然，其實佢決定咗嘅嘢呢，就特首好少會改嘅。<翻>但係如果跟法例嚟講呢佢哋所決定嘅嘢呢，係要交去行政會議，嗯、就會同特首呢最尾通過嘅。所以如果你司法覆核成規會呢，其實係司法覆核緊行政會議嘅決定嘅。啦。啦。咁呢度呢，你就會睇到呢，喺香港呢，如果冇民主制約呢，咁呢一個委任制度呢，就變成香港嘅規劃呢，係完全不民主嘅喎。 誒嗱，我相比起嚟講咧，誒外國好多人話：喂，人哋嘅嗰個所謂 town planning board 呢個 system 咧，喺外國都行之有效。咁點解人哋得香港唔得咧？最 fundamental 嘅原因咧，就係外國就算你係一個譬如温哥華市長都好啦，其實人哋有民選基礎噶嘛，佢唔可以亂咁委任呢個咩 boss 啊嗰啲地產商嗰啲代表擺喺個城規會裏邊噶嘛。誒，如果除非你想下次唔做啦，除非下次唔做係啦，因為人哋有反對黨監督噶嘛。 嗱，咁所以呢，就不能夠類比啊！其實正正係因為香港個行政主導體制，其實就行政獨裁。冇錯，由港殖民地年代一路咧 carry 到而家，<是 S 1> 都係處於一個行政獨裁。嗱，上一手就係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周達明，即係啱俾人揭發利用手字買樓五千萬嗰個人啦。咁而家就凌漢豪啦，就係、是、亦都係發展局嘅常任秘書長。係 <是 S 1>。好啦，咁你話其他委員點嚟嘅呢？咁樣個背景呢，好多都係專業人士背景。係。 就係工程界啦，呃、建築啦，环保築環保顧問啦，測量界呢啲顧問工程顧問，其實後面佢哋嗰啲 client 咪又係地產商嗱、嗯，本身佢哋嘅業務就已經係從發展直接關係嘅喎，佢就係要拆樹，即、就、係、是、起嘢，咪因為其實每一個工程要做可行性研究，就係、是、俾顧問公司啦嘛，<是的 S 1> 顧問公司咪就係請專業人士啦，<是的 S 1> 然之後可行性報告如果話可行。 跟住落到去，無論做設計、做招標、做計價、做工程，都係全部都係呢一班人噶，都係顧問專業人士噶，都係承建商、都係供應商同發展商噶。而呢，你睇下佢委任裏面呢，係好大部分呢，係同呢啲行業呢，係直接嘅。啊、直接係我呢啲公司嘅嘅職員嚟㗎。嗱，咁如果佢個制度係透明都，都仲～ 勉強可以叫做有第四權去監察佢啦，但係而家最得人驚係咩咧？就係、是、城規會嘅會議咧，最尾決定咧係閉門嘅，而且咧冇記錄嘅、哦，即係你唔知道邊個舉手贊成，邊個舉手反對嘅，即係唔好似立法會咁。 因為都識誒誒、呃呃，當然裏面有幾位學者啦嚇，所以即係都都同啲同事以前傾開咧，就係、是、話其實裏邊咧絕大部分嘅討論咧都不設投票嘅。咁仲有咩個 recommendation 寫上行會點寫啊？就係主席就話大家有意見講啦，講咗就係話知識、知識、知識。哦，即係佢唔會話呢個咁樣嘅，譬如更改土地嘅用途。 系几多票赞成，几多票反对系冇嘅，绝大部分都不会咁即系可以上下其手咯？个主席佢咪就系、是、咯？哦，你嘅意见，我、哦、<識>听到啦。系啦，诶，不过我听到绝大部分都同意。哇、啊，咁呢个印象式判断嚟嘅啫喎。冇错<的>，冇错。系啦，咁啊，仲找一个话拍手喎。咁所以咧，既冇投票记录，嗱，有好少部分，极少部分咧系有投票嘅，嗯、但系咧绝大部分都系透过呢种印象式嘅。 咁、嗯、亦都喺会议记录里边系睇唔到边一个人系赞成反对嘅，咁所以呢，其实呢，大家如果有留意呢，最轰动嘅一宗司法复核呢，就系发展商复核城规会就住喺铜锣湾区楼宇高度嘅最新限制呢，成功系推翻咗城规会嘅决定，而里边嘅其中一个主因啊，法庭点解会？ 判發展商勝訴呢，竟然就係啊話發展商係挑通眼眉啊，數住你邊個委員幾點到幾點走？哦、有卧底嘅話俾你聽。係啦，咁然之後咧，司法覆核就話呢：喂「喂呢班委員遲到早退做決定，所以係走咗佢就唔返嚟。到到呢做決定嗰陣時呢，佢又返嚟。嗱、嗯，咁其中一個挑戰係咩呢？就係、是、你都冇聽到我嘅陳述，<的>你返嚟你就做決定。咁你嗰個決定就係、是。 資訊不足啦，嗱，雖然喺咁嘅情況底下呢係推翻咗城規會嘅決定喎。咁、嗯、我哋其實民間團體可唔可以用翻發展商呢一招去挑戰佢嘅呢？誒、呃，咁我哋又又冇錢，啊、又冇，又係啦，又我睇 <laughs> 而且呢，輸咗之後呢城規會呢係做多咗一個程序㗎。咁當然佢喺立法會亦都攞咗一個新嘅錢呢、嗯、專係請一個人。 好高級嘅，專係去處理司法復核啦。嗯、另外就係話呢，以後啲委員呢，如果你遲到早退呢，唔該你過隔離房睇晒我哋頭先聽晒我哋頭先講嘅咩呢？你要簽張 declaration form，話你已經知道我哋頭先討論咗啲乜嘢，你先想過嚟投票，嗯、或者話想過嚟做決定咁樣嚇。咁啊，一般冇投票嘅。咁但係誒、呃，你睇到呢，從嗰一次司法復核，其實好近期啊嘛，講緊都係誒啲一兩年嘅事啊。

嘅規劃嘅方向係啦，即係嗱，其實就咁樣。第一就透明度極低，第二<的>官方嘅控制住嗰個嘅委員嘅阿 g e n d a 係啦，因為個主席就阿 n d 張，即係控制住阿 agenda 係。 咁第三就係咩呢？就係、是、根本上呢，就佢討論結果本身呢，都冇一個所謂嘅 proper 嘅 procedure，係 <是 S 1> 去記錄低點樣 come up 到一個咁樣嘅結果。结結果就變成呢，上報行政會議話通過城規會嗰时時其實係任噏係咪發展商又可以 challenge 佢？<是 S 2> 但一般市民就冇咁嘅能力，冇咁嘅資源，<是 S 2> 就去 challenge 城規會嘅決定啦。冇錯啦，冇錯啦。嗱咁呢班友嗱，頭先我哋講過啦，因為佢哋阿 p n 好似係四廿五個 member 係嘛，而家。 系系就係大部分都係嗱，除咗學者一個 part 之外，我知道有啲民建聯嘅建制派嘅政黨，咁<的>另外有一啲呢，就係呢啲嘅誒建築啦、<的>測量啦、工程啦、環保顧問等等咁<的>樣去組成。係咁有冇所謂一個比例係屬於所謂公民社會嘅代表呢？誒、呃，即使係有一啲社福或者關注誒、呃、一啲福利事宜嘅人士呢。

诶，极少极少啦，极少吓咁啊！诶，最近呢一届咧，甚至乎咧有诶朋友系被委任咗入去之后咧，去系发觉咧势单力弱，嗯、即系如咪如你两个人做咪反对咯，花樽咯系咯嗱，但系咁样主席就系话你嘅意见碌听到啦嗱，咁啊、嗯嗯、不过系啦，不过绝大部分嘅委员都认为系应该发展嗱、啊，呢啲咁去做咗嗰个效果啦嘛，其实呢啲招数咧就系、是。 殖民地管治嘅招數嚟嘅，包括以前嘅房委會，<是>包括以前嘅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都係咁啊。Yes，社會老誒 Sweat s o c i a l Welfare Advisory Committee 咧就係社會福利處處長做主席嘅。係。 咁咧就佢又 appoint 啲社聯嗰啲建制派入去坐喺度，咁啊擺一兩件嗰啲何喜華喺度都冇所謂。係啦啦。咁然後咧 paper 咧就由呢個嘅 A.O. 控制嘅。係啊啊。咁然後咧就譬如上到去啦，endorse 咗之後咧，佢就攞住呢個委員會嘅嗰個合法性嚟去對抗個公民社會嘅批評。啦我諗城規會一樣，一即係你问我，我唔係冇諮詢喎。啊，我呢個唔係我哋閉門造車嘅喎，係嘛、嗯？有民間參與嘅喎，咁樣。 嗱，而且咧，誒個主席其實有一個好大嘅權噶嘛，係佢話，我認為大多數意見係點<的>就任佢噏咯。咁而嗰個主席就係發展局官嚟啊嘛，係啊。咁其實佢根本就係佢嘅老細，就係局長叫佢要做到啲咩效果啦。嗱，仲更加緊要就係咩咧？開場白我哋都講，根本城規係一件好複雜嘅事嚟嘅，裏<的>面有好多技術嘅問題，咩地積比率啊，咩誒 p 都睇到你頭赤嗰啲嚟。嗱 其实嗰啲委员都系义义工啊嘛，大家都唔会睇噶啦。嗯，嗱，咁边个掌握住技术资资料啊？就系嗰啲工程顾问啊，唔系唔系，就系规划处。嗱，其实咧成个城规会咧系冇自己秘书处嘅，嗯、即系冇一个独立嘅、哦。特登噶呢个系啦。其实咧你所有嘅资讯咧就会受到规划处去作为秘书咧去俾咩你睇，去话啲乜嘢。去說 覺得個今次呢個個案咧應該啊唔應該批嗱，其實佢完全就已經影響住佢係 influencer 嚟嘅，影響住委員嗱呢、这個亦都係呢以前英治時代嘅一個 tactic 嚟嘅。你見到啊呢個監警會啊，點解啊朱經緯會即係成功即係檢控咧？係 <laughs> 因為監警會嗰個秘書處呢係獨立於警方噶啊，呢、這個重要啊！如果你話呢個朱敏華啊，即、就、係、是、當時嘅監警會嘅秘書長啊。 如果係隸屬於警察投訴科嘅警員咧，哦、就玩完㗎啦！唔做啦，係<實>啊，係嘛？係啊，係啊！你記住嗰次亦都係咧，佢哋投票嗰陣時咧，表決咧係閉門表決，係、嗯嗯、啊，係啦、啊，所以咧，你個秘書處點樣去 manipulate 咧？係係就同嗰個結果有關嘅。係啦、啊，如果你個秘書處獨立嗱，我記得當時一九九一年立法會選舉之後，第一件事係咩咧？就係、是、立法會秘書處獨立，係脱離政府公務員。是是是 转<是>制成为咧，隶属于立法会。但系而家都唔系几一个法定机而家系建制派控制佢啦。当然，因为佢老细系建制派制。咁 <laughs>，是是但系嗰阵时咧，因为系两局制度噶，<是>行政局嘅秘书处黐埋一齐。哦，咁所以我就话，如果你冇独立秘书处呢，你就必然面对嘅问题咩呢？就系、是、你嘅资讯发放不平不平。冇错啦，冇错啦。因为佢个 paper 里边其实。 秘書處嗰個 A.O. 嚟噶嘛？佢<是>最熟悉就係佢。佢同個主席夾埋，其實就 manipulate 緊呢個貌似有公眾參與嘅組織。呢 <是是 S 1> 個就係所謂嘅諮詢式民主嘅真面目。嗱，其實我都坐過嘅。以前我做學者嘅時候咧，都會都有接受過政府委任咧，係坐一啲誒，即系誒顧問委員會嘅。咁我呢個咧就即係領教過啦，即、就、系、是、第一新嘅經歷啊。其實嗰個秘書處咧，其實係個處級。

咁复杂嘅资讯系啦，佢已经系喺嗰个发放资料避重就轻，同埋点样去令到你觉得呢个项目呢系可以批或唔可以批呢其实就喺个 briefing 嗰度做晒手脚啦。咁、嗯、所以即系、就是、我就觉得城规会一定要学警监物嗰个做法啦。你一定要有个独立秘书处，如果唔系呢。 好重要噶呢個，係啊！等於你睇到其實嗰個年代九十年代尾啦，彭定康成立嘅嗰啲嘅法定機構啊，係係，包括係呢個嘅反歧視嘅機會啦，包括係呢個嘅即係嗰陣時我哋講 k i p 啊，即係警察投訴科獨立，係係即係咁結果搞監警會出嚟，冇嘢啊！嗱，其實個目的都係咩咧？你係完全脱離於嗰個公務員制度先得，係係係。如果你唔脱離於公務員制度嘅話咧，實際上佢頭先我講啦，發放資訊又係啊係啊。 嗰個 manipulation、agenda setting 咧，係同埋上幾時上幾時唔上，或者交 paper 俾你嘅時間，即係話好簡單。買乜嘢係啊？下個禮拜一就開會啦！哇，大佬今日先生一百頁嘅 paper 俾你，你唔使睇啦。係啊，咁啊跟住唯有靠嗰個秘書處個 b r i e f i n g 啦。係啊，個 b r i e f i n g 里邊佢就可以喺度 spin 啦，即係避就輕啦。冇錯啦，唔啊，所以咧我寫嗰篇文啊，我就講而家政府阿林鄭就話啊成立一個咩土地專家小組係。 咁佢傾嗰啲土地供應，我我就話啦，土地專家小組資料來源嚟自邊度？其實咪又係發展署級，係啦，冇<了><面>錯啦，秘書長下邊咯，係咯。喂，你自己冇個獨立嘅研究小組，你所有嘅資料其實就係政府俾你嘅。嗯、喂，咁其實政府控制住你成個所謂專家小組傾乜嘢啦，幾時傾啦，所以有咩資料？ 出現咗就係話佢唔將解放軍用地列入去考慮咯 <laughs>，佢自己都唔使你委員傾啊，<的>我自己決定咗唔列入去考慮啦。係咯，係咯，咁你班友就冇得傾咯。唔係你諗下，嗱，我係從事香港土地房屋研究，其實裏邊真係可大可小㗎。你做呢啲咁樣嘅研究，真係動輒都成個團隊幾個 PHD 係嘛？成成個研究中心都係做呢個項目。喂，而你嗰班所謂專家小組，全部點樣啊？六個禮拜嚟開一次會。

秘书处咁佢呢就做研究，同埋个秘书长就唔系发展局嘅官员，系一定一定个最重要系<定>啊，啊啊如果唔系你冇得搞嘅。如果唔系你咪有 mandy 咁样上高叫你做乜嘢，咁你去控制或者影响嗰个委员会，咁、那个委员会其实就变成橡皮图章。喂、哦，佢就系要你做橡皮图章、啊、所以所以而家嗰个土地供应小组啊，其实说穿了就。 變成咧林鄭唔使自己出手，其實林鄭就係用呢啲招數喎，佢就話唔關我事，唔關我事，乜都唔關我事，都唔關佢事，係啦<了>，佢淨係咧嗱呢啲真係 A.O. 嘅嘅高招啊！總之咧，將來有咩事咧就你查翻記錄啊。唔係我決定啊！嗱土地，哇點解做到咁咁大件事出晒誒、呃、問題啊？哦，嗰、那個專家小組咯咁樣，嗱就將嗰個鑊咧就卸俾人喎。但係其實嗰個專家小組又冇做研究，又冇資訊，全部都係你哋政府俾咩資料，然之後 brief 去。 佢哋真系佢有憑何可以 challenge 到你呢？係咯<的>，全部都係佢嗱，即係好簡單啫。球證又係佢，球迷又係佢，旁證又係佢，軍醫都係佢。咁啊 <laughs>，你哋坐喺度，實際上就好似踢波，實際上呢，就其實同球迷冇分別嘅。係咯，唔係嗱，軍事用地譬如咁吓，佢而家咁樣上嚟就係話，哎，你哋唔使傾噶啦，因啊<為>。係啦<的>，因為呢，佢哋話全部都冇限制喎。 系啊，冇限制，咁我唔信喎，真系，我见到嗰啲军营空置咗好耐噶咯。系咯，唔系，咁点解嗰个诶小组唔自己去,去翻悠咧？去揾啫，点解唔自己向诶、呃、可能直接揾下边度嗰个使用度系几高？系嘛？其实呢啲系如果你冇呢个咁嘅空间嘅话，其实你做紧咩决定咧？我想问，你咪整个委员会其实咪即系政府叫你做咩你就做咩？<的>所以嗰、那个嗰 <coughs> 个高尔夫球场而家又嚟啦。嗱，高尔夫球场咧。 規劃處俾咗兩個方案，呢、這個土地供應小組去傾。嗱，咁我想問啦，點解係規劃處建議兩個方案？嗱、嗯，呢兩個方案呢，而家俾民間鬧爆嘅喎，即係兩個密度唔同嘅方案係啦係啦，一個就係話一百七十公頃嘅粉嶺高爾夫球場全部收回，因為二零二二啊到期啦，係啦，而家係一個重要時候要傾，究竟續唔續？一續就有十五年噶啦。咁啊，民間咁多年嚟就係講話喂，如果你講土地不足。 古洞北有咁多村民受影響，咁你優先用隔離嗰個行，即、就、係、是、使用度咁低噶啦，因為一千蚊啫喎，你諗下咁長時間租一千蚊年租。话但係我諗埋，如果佢真係執笠嘅話，我諗真係賠到死啊！你知唔知會值幾多錢啊？反正高爾夫球場 <laughs> 一千一千萬、啊、一千萬啊，<聽>萬啊，一千萬啊，一個會值啊。唔係咁，但係呢個咪正正講出咗唔應該有呢一種。 誒、呃，即係你用公帑去資助你呢個私人嘅會籍活動。係咯<的>，點解納税人就要收你一千蚊咁平年租一百七十公頃喎？嗯、你就可以逐個會籍、嗯、千幾萬咁樣收人哋咧？係啊<的>，即係納税人點解要行呢个,、那個？一係你就好似康康級咁樣，嗰、那個嗰個嗰個標定係佢嘅，佢自己安個標定嘅。係咁<的>，佢<的>一個私人嘅俱樂部。係<的>，但係你而家唔係啊嘛，你係用緊超低價嘅。 土地土地而家咁稀有嘅資源，去享用緊香港人嘅稀有資源，然後你賺取緊高額嘅會籍費用，係啊係啊，所以呢個唔係完全噶係啊嗱咁，但係有趣嘅就係咩呢？咁嗰個土地供應小組自己又唔做研究，咁佢<的>就呢，信晒規劃處嘅兩個誒可行方案，<的>一個呢，就話一百七十公頃全部收回呢，竟然話俾人聽只可以起到萬三間房屋，你信唔信 唔係，我陣間都如果有時間，我想解一解俾你聽一。一個幾大嘅地可以起到幾多間屋？係啊，係啊，係啊，等大家明一明個概念。佢話、嗯、另一個方案呢，就係話呢，只係收回三十二公頃，就只會起五千間屋，五千間五千個單位。 嗱，其實咧，千個單位，即係喺個高爾夫球場隔離起個別墅啫。其實係 <laughs>，唔收將嗰個一百七十公頃嘅規劃，收就收卅二公頃，係啊，是即係六分一到啦，好少嘅啫，十幾公頃，即係連西九文化區都不如啊。咁、嗯、然之後就話咧，竟然計出嚟咧就只可以起五千個單位。嗱，其實呢個伎量啊，我就覺得係點咧？就係話揾啲技術官誒、呃、官僚咧，就係佢計呢啲咧。普通人係唔識 challenge 噶嘛？普通人聽到話、嗯、哇，咁啊規劃處講噶喎。嗯 咁權威咯，咁政府其實而家個策略咧，我都想誒、呃，我我嘅觀察係咁樣嘅。政府就係話咩咧？你民間話要用中地啊嘛，好，我又應酬你誒、呃，洪水橋啊，俾卅公頃你。你話要高爾夫球場啊嘛，嗯、好，係，我又俾卅公頃你。頃你冇卅公頃根本就係佢主要球場都用唔到嘅，係根本佢有兩個十八棟啊，係啊<的>，卅幾公頃真係咪係等於即係個草皮剷咗一半，係一部分，一個部分啫嘛，<是的 S 1> 而完全唔影響佢打波嘅。 嗱，咁但係佢個佢佢個策略咧，我認為佢係點咧？就係話嗱，你哋要嘅嘢，係啊，你哋講你哋嘅要求，我完全都滿足晒啦。咁你就都唔夠啊嘛。嗱，所以點解咁細嘅數咧？就係話嗱，聽晒你哋嘅要求，都係得萬，係啦，五千個單位，係咪？九蚊冇啊，唔夠啊嘛。而家廿八萬家庭等九輪後餐嘛。咁佢就話啦，咁你要俾我填海，你要俾我發展郊野公園。嗱，呢一招好好絕喎。你越係提得多咧。 即係民間咧，有時咧都唔知係話真係叻都阿蠢啊！你就猛咁同佢講提，喂唔好唔好搞家野公園，唔好填海啦，不如用高尔夫球場啦，用呢樣嗰樣啦，咁樣你就提好多嘛！你提乜嘢佢都食晒，樣樣做少少。我知，但佢表面上食咗你少少之後，就 t r a t r a 咗佢真正啦。

就係用呢一個方法嚟到呢，係還擊，譬如話還團就講話，喂填海對生態好大影響啊，點解你唔優先用中地，唔、嗯、優先用高高爾夫球場？嗱，佢到時就會話啦，嗱專家小組都做晒啦，你哋要嘅嘢我全部應承晒啦嘛，但係都唔夠，所以咁低嗰個數呢，其實有個背後嘅目的就係話俾你聽，聽晒你哋話呢，都唔能夠解決到香港房屋問,問題。 所以咪要用佢嗰啲招數咯。系啦，咁所以呢個萬三同埋五千嘅單位呢，係人都覺得細啦，即係就連而家你見啦，立法會議員都即係直情係去抗議啊，就係、是、話你係咪故意咁細嘅數啊？即係唔使行內人士都覺得不合理啦，係咪先？就埋你勞師動眾走去攞翻高爾夫球場，原來最終就只係攞五千個單位。咁好啦，到時嗰啲支持高爾夫球場嗰啲阿葉柳呢，就會出嚟講啦。

系<是>好啦，但係佢攞出嚟好似俾你有得揀咁樣，因為香港人咧最中意就係 A 餐 B 餐，就算即使係揀要餐包定要多士都好啦，<是>都有得揀噶嘛。係啦係啦，食早餐嗰陣時，究竟要火腿通粉定係鮑魚絲通粉咧？都有得揀啦，都有得揀啦。<的>好啦，咁咧就一個就嚟天萬象嘅方案，好艱辛嘅<的>。然後咧跟住一 four back 嗰下咧，你就會將佢比較，你唔會再諗 alternative，你進入咗佢嗰個。 方案裏邊選擇就係俾咗三個格仔你啊嘛，你就喺嗰三個裏邊剔啦。你唔會諗下其實會唔會其實有第四個格仔嘅咧咁而佢個諮詢呢，就係所謂入唔入鳥籠就係咁嘅意思。係，當你一入咗佢個鳥籠裏邊呢，其實佢個心嘅方案呢，就係 C，咁啊整到 A 同 B 啦，係不可能啦。即係等於陳志雲玩《百萬富翁》咁樣係嘛？究竟問你一百萬問題，落背耳究竟姓乜？第一條係姓朱；第二個係姓呢個蠢。 第三係剩落，咁你實係揀剩落啊嘛，跌曬、啊啊啊、去。唔 <laughs> 但係你呢個已經好嘅咯，呢、這個係有得揀。嗯嗯、我就發覺政府直情係唔俾你揀，佢直情就係一出就係話 C。嗱、嗯，佢而家兩個方案，我估咧，最終佢五千呎單位嗰個咧，就算佢都係。 估計公眾可能高貨嗰個，係啊係啊係，因為你諗下，你攞晒佢都係得嗰萬幾個單位。冇錯冇錯。好啦，有啲人就出嚟平衡。係啊係啊，咁啊就話：唉，姚崇言，你要諗下喎，嗰啲買咗會籍嗰啲。好啦，嗰啲地產佬啊，嗰啲商家佬啊就會出嚟啦，包括自由黨啊嗰啲就會出嚟啦。喂，你咁樣即係香港變成共產社會啊？人哋個會籍咁點賠啊？咁不如咁啊，各樣一步嚟咁樣。中間落墨，佢咪將個冇人用嗰個球場嗰一拍，嗰三十公頃俾你咯。其實即係呢個都應該係。 佢嘅如意算盤㗎啦，因為咁樣咧，其實係啦係啦，又應付公眾壓力，而且呢，佢最尾係想填海、綠化、大郊野公園呢，佢又可以繼續推啊嘛。咁誒<的>、呃、富豪又唔會餓佢，因為你繼續可以打高尔夫球場，你嗰個會籍冇影響，冇影響㗎。你兩個十八棟仍然可以繼續舉行誒、呃、比賽，咁佢就。 即系个个皆大欢喜咁样嘛，系咯，最多就由十二万场跌到到十一万五千场嘅啫，<laughs> 好似刘方华讲。喂喂，呢、这个有新嘅新嘅资讯喎，原来咧佢嗰个场系系每个人就计一场喎，即系话四个人打波，应该系打一场波啊嘛。佢话唔系，四打四场波，四场原来哇，用人嚟做单位啊。咁如果我一百个人入去，其实佢当我一百一百场波噶咯，系啊，打一百场噶啦。哇，呢、这个都几取巧啊，所以我哋都吓一跳啊，点会打到十二万？ 就誒啦係啦，點解會打到咁多場波？係啊，嗱呢度誒，不如我我我解,解下嗰、那個誒、呃、發展規模啊，即係點解會有三千個單位、五千個單位、萬三個單位點樣嚟嘅咧？咁樣嗱，其實咧地積比率咧係好緊要嘅。嗱，地積比率點咩意思咧？就係話個地盤如果我冚住晒都係建築物，咁個地盤可以起幾多層咧？咁啊、嗯、叫地積比率係啦。所以如果我話地積比率三倍。 咁其實咧就即係話冚住成個地盤起樓就可以起三層啦。面积係啦，即係、就是、每一層計嗰個樓板面積。係啦<的>，咁三層都滿晒嗰個地盤面積，就即、是、係地盤面積成三。三倍咯，係啦。咁如果你話喂我唔佔晒成個地盤嘅，我話佔三分一，咁你咪可以起九層咯，咁樣。咁呢<的>個就係地積比率概念啊嘛。嗱，今次喺高爾夫球場咧，其實佢嗰條數係點解嘅咧？ 话时话点会起咁少单位嘅咧？系啦，就系呢条数咧，我都想同诶听众分享一下。当然我冇睇过政府嗰个详细诶数据吓，嗯、应该都冇披露嘅。咁但系咧，我哋一般行内咧就咁样，就系、是、话一块地，譬如一公顷吓，即系十万尺咁啊。咁你咧就唔会全部都起晒楼嘅，咁样仲有啲路啊，系啦，有其他设施嘅。咁我哋就诶当三分一可以起楼，咁啊十万尺咪变咗诶三万尺可以起楼咯咁啊。<的> 咁三分一，但如果我哋乘翻三倍啊嘛，咁<是>又變翻十萬啦，係咪？啦，即係你要三分一嚟起樓，但係有地積比率加三倍，咁咪變翻可以起十萬尺樓面面積啦。咁、嗯、如果每一個單位一百尺嘅話咧，咁其實你除翻十萬尺，除翻。 誒一百尺咧，咁其實一千個單位咯。千個單位咯，嗱當然你話如果一百尺你認為太細，你可以變五百尺，咁<呎>你自己計啦。係啦。嗱咁不過為咗將啲數容易除咧，我我同聽眾講就當一百尺一個單位啦，因為而家納米樓好似差唔多啦，而家聽眾好接受到一百尺嘅單位嘅，咁即係你可以一公頃地咧，就可以起到一千單位咯。三十公頃咪起到三萬個單位咯。三萬個一百尺嘅。係啦，三三萬個咯。

超低密度豪宅區，好豪宅嚟噶，肯定系啦。系啦，是其實都唔係俾緊你哋香港人買噶，的的我話俾你聽，是是都係擁有會籍嘅嗰啲嘅大陸富豪買嘅啫，系啊<的>，你唔好以為係真係益咗你哋啊。即係零點五呢，係嗰啲淺水灣 house 嗰啲咁樣噶咯。哦，梗係啦，你諗下佢高爾夫球會嗰啲大 m a s 點會容許你喺佢隔離裏邊起一個四十層高嘅標定㗎啦？<laughs> 你估下係嘛？嗰啲屏風樓只會存在,在將軍澳。 一般低端人口享用噶啦，梗系佢呢啲高檔人口，佢梗係低密度豪宅嗱。但系市民系叫緊你用高居夫球仲起公屋啊嘛。佢個規劃就唔使諗啦，我一睇個地積比就一定係起豪宅噶啦，其實。即係三倍我、啊、哋都嫌少啊！你明白嗎？除非佢起到出嚟嗰啲咁低地積比嘅都係公屋啦。 <laughs> 我就第一个申请啦，如果系咁就系啊系，咁 <laughs> 所以呢呢条数呢即系希望听众有兴趣，我哋都可以搞呢班，大家诶学下点样计啦。就系、是、话，其实你喐嗰个地积比率呢就决定嗰块地咧可以起几多个单位，同埋每个单位几大面积嘅。系啦<的>，咁所以呢其实你话五千个系咪低估呢就视乎你个地积比率你積比，你摆落去嗰个阿心上啊嘛，冇错啦。 如果你嘅地積比壓到零點五嘅，咪五千個單位咯。咁嗰<是>、啊、個咪就係高爾夫球場嘅附屬豪宅。<是>啊、我諗埋個名添啦，叫做粉嶺高爾夫園，係嘛 <laughs>？呢、這個就係等於觀瀾湖隔離高爾夫球場隔離嗰啲別墅屋，<哇 S 2> 或者御景灣茶家住嗰座別墅屋下邊咪高爾夫球場咯。<laughs> 可以過夜嘅。住第二第二招又打波。哇！大佬到時～ 如果係單一招標俾埋高爾夫球會發展啊，都唔知發到豬頭喎、啊！啊、我估真係，淨係賣嗰個單位都發到豬頭啊！啊，哇我先休息一陣先。開、哦、年大優惠，由二月一號開始，只要喺人民超市買滿四百蚊，就送你呢個袋，所有桶，任你揈。<哇> 其实唔使争嘅，只要埋满四百蚊，不到几多都系你嘅。同场加映四大贺年优惠：红炆包汁海参花胶、美国开心果、特级花菇、至尊鲍鱼及虾子面礼盒装。记得嚟人民超市抢购啦！提提你呢条金线咧，系用嚟绑住糖果袋嘅口嘅，记住要绑实先合乎规矩啊！睇下各位嘅表现先，坐唔得。 正确示范，有咩想发表啊？记住你不同啊！學 <laughs> 年大。